讲四川话，他和 Zico 也讲四川话。当时你推门进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吃饭的那个。别笑，这就是你的日常。哎呀，我不想看，我不想看。没有，其实我当时是蛮激动的，因为说我们其实都认识，然后他们说这一场他们不行了，就有一点，就觉得好像碰到还有他们觉得哎呀压力很大什么，我就其实是过来给他们打鸡血。所以这也算是这个作品如何诠释了在一起，在一起了不起。那之前我们有聊过，这个队伍里面没有男生就没有办法做一些托举啊这些动作。那这次排练的难点又在哪里？也是没有男生啊！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男人好重要。我上次也说，我突然觉得男人好重要，就因为我们之前有练一个托举，是两个女生要这样把我甩过去的。然后就是一直没有成功过，后来就是只能改成我自己的一个神龙摆尾。对对对，神龙摆尾名字真的起得很神啊。对，就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就是这样难度。然后这次舞蹈还有一个很大的难度是
他的动作真的非常非常的密，就是你可能如果不教你都看不清我们的手到底在干嘛那种密，然后就摆一个 pose 之后还要颤，还要卡到后面的那个点，然后很多动作 Apple 编的就是脚是脚，左手是左手，右手是右手，他们都在不一样的动。对，所以就是可能我会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就都已经是超纲的动作范围了，因为太密太多动作，就每一个点每个半拍都不放过。哦，刚才讲这个点的话 Apple 也来讲一下，这个左手是左手，右手是右手，这个其实真的非常难，对不对？不难，要不老师你可以做到，你要不要试一下？我来教你，就是这个律动你先做一次，一二三四五，然后你的右手要去拍一米六一米七打打一米六打打一米七打打三一米六打打一米七，根本不可能啊干得很拼无量啊，完了整个都完全带偏了，这个真的很难，一直做这个。对，就是其实很多人不是从第一拍开始起，还是打打一打打二。亚波老师是懂不到的，都一点点了，都怪你，整个采访都变都怪驴子啊。那还其实你们在秋天遇到韩语的队伍韩你一起玩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有没有感受到压力？就是在这个节目真的很烦哎，这期不是对这个冠军就是对那个冠军，每次都对到冠军，然后就是压力其实真的很大，因为上次又是对的赞多，然后这次又是对的韩语老师，就是我觉得啊、哦、我的天哪，就是手气很佳。